Okay. 哎，今天是6月16号，2008年。今天是 Samuel 第一天要去学校，去 preschool。快玩。Samuel， 你今天要上学嘞，要跟小朋友玩。娃娃。That's right。走喽。你要不要摸一下娃娃？来，泡泡，我们勉励的话。泡泡就希望让小朋友赶快适应，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。嗯哼。啊，你们摸一下娃娃。摸这里。摸了吗 ？OK。OK。Let's go go。到前面。Samuel， 哎，还是我也帮你拍一点，都是没拍到你。对。跟妈妈。好，跟妈妈签。来，都给了。好，来跟妈妈签，来。来。要跳过去要大步哦，一、二、三。哦，上学了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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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车，车在哪里？啊？啦啦啦啦啦！是的，车车在哪里？在里面。啦啦啦！老师在哪里？老师在哪里？在里面啊。老师在哪里？